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子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教子。拜六下早起时，和咱做伙三甲来思考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节。因为你的财宝伫叨落，你的心也伫叨落。有一个人伫拜六下早起，伊骑伊的新买脚踏车，然后出去咧买物件。总是因为这个天气拄好落雨，伊就将脚踏车放伫店的外口，家己咧洗，洗到尾伊全袂结结，全登去处理。第二天下早起来的时阵，伊想到我的脚踏车放伫昨下迄个店的外口边，佫袂结结锁，所以伊就紧的冲去迄个店的外口，到迄个所在时看去，感谢上帝，伊的车脚踏车又完佫伫迄个所在。哇！伊就真欢喜，骑一台脚踏车去教会、去聚会、去聚会内面，离迄个所在来感谢上帝的保守。没想到出来的时阵，迄只脚踏车就碰见你。兄弟姊妹，不一定去教会就会好运，不一定在社会中就会拄到不幸。重点是你的心究竟在叨落。圣经里面甲咱讲，你的财宝伫叨落，你的心嘛伫叨落。免用你伫教会里面的敬虔来衡量上帝对你的祝福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应该是伫基督的里面，你的心会当完全按住拍开，和主伫你话面中间会当来做好的管理。你也做你人生中间好的管家，予咱敬虔度日，毋是用外在的环境来衡量上帝有甲咱伫地也无，反倒等是用咱的内心来到主的面前，完完全全降服伫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的财宝伫叨落，恳求主保守你，也保守我，下头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来到你个地，受恩的宝座前，感谢你。借着这段圣经来提醒着我，常常我用外在物质生活中间的顺利也无来衡量你有祝福也无，但是我知这不是你爱我学习的。我有你就有了一切，无论外在的环境是逆境还是顺境，我拢知一切拢有你的美意，你也教我伫地。并且你是要花依赖的上帝，你得甲供应，你得甲帮助甲保护。愿主的灵使阮舒服，阮互阮有好的休息。明仔载，阮也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阿罗哩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阿门。亲爱兄弟，愿上帝使阮舒服你，甲你的一家。